女士们、先生们，在我右边，浙江盈江、徐城、三阳；在我左边，广州粤语伟豪地产、陈文国、古建杰；广州粤语古建杰发球，徐城接发球。比赛开始，喂，李林。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这场重量级的对决，由广州队对浙江队的比赛。那么现在是这一轮当中也是一场重头戏，男双由古建杰、陈文宏这对马来西亚组合对浙江队的徐晨和桑阳。那么场上呢有三位队员都是从欧洲站的比赛当中赶回来的，都是从世界羽联的超级系列赛当中打完然后飞过来。而古建杰和陈文宏呢，在丹麦这个顶级大满贯赛事当中呢，还是有比较不错的表现。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会让比较喜欢他们的球迷朋友有些失望，但也是自奥运会之后能够在调整期里打出这样的球呢，还是比较不错的。而浙江队的桑阳和徐晨也是两位非常有名气的球员了，桑阳一直在双打项目都有他自己很独特的特点和造诣，徐晨呢也是今年伦敦奥运会的混双的银牌得主。刚刚在身后救球打得比较潇洒的徐晨，近两个欧洲站的比赛，丹麦和法国站呢，和他的配手马进呢都打得相当不错，连连折桂。这场男双的比赛一开始就打得生龙活虎哈，我们继续有请广州市金雀羽毛球队的总教练高军高指导为大家做一个技战的点评。大家好，高指导，这个开局你料想如何？这场第三场男双对粤语来说很关键。嗯哼。因为前面很意外，本来我们考虑的就是女双我们还是稍微占优势的，结果很遗憾这个钟先青第三局开始就受伤了。对，这个里面很多原因的，因为他本身自己有伤，再一个确实是连续这征战，这个对他的这个精力啊体力各方面呢、啊、都是个消耗。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有时候确实是很不容易。这场男双应该说古建杰他们还是占一个优势，所谓占优势的话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配合要比徐晨跟桑阳要默契很多。嗯哼。徐晨和桑阳呢，他们两个的个人就是单个的技术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嗯哼。但是他们因为没有配对，因为双打跟混双确实是要讲这个配合。对，就是等于是经常大家说的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一或者是等于二。对啊，这个如果是说两个人在场上能够做到像一个人一样，这样他这个双打就打起来就比较，我们说比较协调。像他们这些比较成熟的，我们说比较成熟的运动员，他们的进攻非常目的性比较强，也就是说很有目的的是死球或者是过渡球，打正手还是打反手。精彩的一个多拍回合，刚才陈文宏的自己的调动分球还有组织进攻打得相当流畅。9-5，陈文宏发球，桑阳接发。扑出了底线。陈文宏跟古建杰呢，他们两个人就是应该说防守技术比较全面，防守的分球啊，两个人的补位啊，这方面还是很默契的。但是从场上的表现看呢，确实是感觉他们还是精力上有点疲劳。
是1-6。在前面这个半局的比赛，高指导怎么看上半局双方的一个表现？从场面上看呢，陈文宏跟古建杰他们还是有稍稍优势。商鞅跟徐晨呢，从场上的表现，我感觉到啊，他们一个可能自信心不是很强，因为这场球对他们来说，输也是很正常的。浙江队也不是说把这个。没有把这一分，这一分对压得很重。嗯哼。今天其实，在两个双打的项目里，包括女双和男双这两分，其实他们也是抱着去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对，包括、因为第二阶段的比赛跟第一阶段有不一样，就是说他是直接淘汰，所以呢变成了见山就收。不像第一阶段，第一阶段还要打满5场，所以说浙江队也是把张雅文啊、于晨那些都摆到前面前3场。陈文宏手上的动作非常的细腻，所以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啊，就是说一个从他技术动作，再一个从他线路变化，大家可以学到很多这个比较尖端的技术。徐晨之前呢也是和郭振东搭配了很久了，搭配了很长的时间打男双的比赛。那么今天他和桑阳的比赛里，他似乎在场上的跑动还有移位上啊，他很多时候去关照桑阳的这个站位哈。对，因为桑阳呢，毕竟一个年纪大了，他现在在浙江队也是教练兼运动员。所以说从身材看，他也是比较近期发福发的比较严重。对对对，所以他移动方面呢稍微是差了一点，所以徐晨要在这方面要多补。像这样的球他就比较吃力。15-8。陈文宏的眼睛看得很毒哈。对，就是说他们防守，他不是说把你这个球挡过去，关键是一个挡的路线。这个是很关键的，就等于是有机会给你杀球，你是往哪里杀。对，是一样的，一样道理。都是他们的防守打出了进攻的效果。9-17。这球没有挑起来。你看陈文宏，他有时起跳，他杀球，他很有目的性。他不好杀的情况下，他点杀，一直保持这个进攻。机会好了，他才重杀。先点下来。所以说，马来西亚陈文宏和古建杰他们确实是在两个人的走位方面确实是很默契。10-19，比分有点差距。陈文宏还是希望用同样的方式继续过渡往前，然后给自己创造机会。这次下网了。
说他的防守动作摆好以后，他的就等于是他的正手，你看魏也是用反拍来打，嗯，是说要求这个技术是非常的娴熟。12-20，第一局比赛打的也是比较快哈。那个尽管现在我们是处于比分大分的落后，但是这场男子双打呢，我们比分相对来说比较悬殊，21-12结束了第一局的比赛。暂时广州队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看第二局的比赛，由浙江队的桑阳徐晨对主队吴建杰和陈文宏稍。我们有请广州市羽毛球队的高军高指导做比赛的评述。刚才的连攻连贯的攻击打在了桑阳这边，但是对方顶住了哈，还顶得比较漂亮。我前面说了，就是桑阳，其实桑阳的手法还是很好的，嗯，意识球路这方面啊，在我们国内男子双打选手里面也是算比较好的。男子选手很少出现这样的拉锯战，很少。对，就是说有机会进攻，他们没有全力去打，而且打点。但是像这样的球，因为男子选手他们的防守能力、进攻能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4-0，桑阳的发球节奏上有变化。对，我们一开局，现在浙江队来了个4-0。而且徐晨在第二局的整个状态上来了，就是比第一局打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多拍回合，就是陈红他们没有什么机会，他就通过这样的拉吊，嗯，就是调动徐晨，徐晨在打不死对方的情况下呢，感觉是有点不耐心，嗯，而且他之前在打混双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就是他的头顶的重杀或者是头顶的进攻接另外一个对角的移动的时候打这种侧转特别难受。一般进攻的一方，他的体力消耗各方面呢还是比较大。5-2。这些球如果是按照陈文宏他的技术的话，这些球一般来说不会失误。嗯，交换场地以后这边的失误多了很多，就广州队这边现在徐晨跟桑阳他们往前抢得比较快，所以逼对方起球。3-7。
看古建杰这个发球。大家都知道要抢网。张扬把这个球拉到了后面，所以有时候运动员杀球啊，轻重结合，前面都比较轻，所以陈文宏注意力可能有点退，突然来板重的，球还是慢了。赵指导，在第二局一回来，浙江队的整个的进攻套路，包括他们的进攻的主动性啊，都比第一局要强了很多。他现在主要是后场拿的点拿的比较快。你好，双方快速的平手挡，但是打到这个比分。或许也比较艰难，因为第二局现在落后了这么多，浙江队现在领先10-4。看陈文宏和武建杰他们这个精力消耗比较大，体力上也是感觉有点吃力。有点下不去，还是通过点杀。桑阳这个球看准了，想平抽一个对角。吴天宇，吴天宇。陈文宏美陶队，陈文宏他们第一局可能拿得比较轻松，所以第二局感觉有点松。6-10，现在抓紧了。11-6。高指导觉得古建杰和陈文宏在第二局出现的问题主要在哪里？感觉精力还是不集中，再一个比较消极了一点。有机会球，特别是陈文宏在后场打了以后，古建杰在网前呢，有些球是可以硬的，就是说可以冲扑，但是他没有做动作，而通过软网。软网的话，对方挑起来之后呢，又变成了一个重新进攻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对方拉的球比较厚，所以陈文宏也不好上，失去了很多进攻的这个得分机会。你看，相对说看桑阳这个虽然是落网，但是他相对球硬了很多。你精力不集中接这个球呢，你会出错，所以出错的话你来不及反应，你就会出一些半场球啊，造成对方这个打突击。这样的防守就感到比较别扭啊。吴天宇，陈文宏，现在慢慢球8-13。防守感到明显，这个精力不集中了，动作有点散。美豪队，
这球出的不多。这个球陈梦红才是有点发力，跟他前面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对，徐晨很快，是徐晨最后这个青篮也是特别特别快。吴敬迪，陈春红。换发球，11-15，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往前那些连贯了，都是打攻防，谁抢得住起球了就打进攻，就是像双打的一些前半场的一些技术啊，平抽啊，挡啊，分球啊，这些现在很少。这起球，12-16，因为这几个回合如果是徐晨他们要比分拉开的话，陈红他们会比较吃力。好，这个球非常，其实线路是对的，那双方判断上很准确，球没落地已经喊出界了。这球动作慢了一点，实际上这个球差也意识到了。现在还落后4分，第二局的比赛激烈了很多。完成防守这个设立。其实像一般情况下放这个球不一定要求这么高，因为对方还没有人上，所以说只要你放过去然后保护住网前，还是有下一拍的进攻机会。对，14-17，桑阳的判断非常准确。两个有点强，就桑阳也意识到了，就是说在互相平抽这个时候，谁先上谁抢的点就高，位置就前。桑阳把对角线这个路封死了，19-15，这样的话胡建家他们比较危险。胡建家陈国宏，这个攻防换得太漂亮了，古建杰这个球本来应该拉起来。对，到你大红晒啊，古建杰，古建杰，陈国宏，陈国宏，这个完美动作。对，很多球朋友都说古建杰在网前呢就比较好玩，
有时候一兴奋了，这玩球玩的比较多。好，第二局啊，耗时27分钟，古建杰和陈文宏的以17-21啊，最后的有几分其实还是有机会追上来的，比较可惜。那么双方呢，现在大比局分打成1-1，而在大比分方面呢，现在浙江银江队还是以2-0领先广州粤语队。好，观众朋友，我们上。判断准确，界外。好，我们为伟豪要争取这一分了啊，不然就麻烦了。伟豪队，伟豪队，伟豪队。啊，明显感觉陈文宏跟吴建杰他们在前半场这个加快了连贯速度。嗯。发完球之后，第二排拿起来。就感觉防守上反应还是慢，徐昕这个进攻也是非常聪明，打了个转身杀到点，桑阳，桑阳也是杀球，你看他不杀你人，他打点，这样的话离身球你感觉都比较吃力。哇，有福气啊！古天吉，伟豪队。4-4。看桑阳这个球确实拍面没有控制好，其实他意识已经上去了，而且这个球也很主动。这球太漂亮了，就是可惜最后的落点哈没能打着。古天吉，陈文宏，该也是运动员，他判断啊确实感觉非常准确，特别像这些优秀运动员，他们对这个场地的概念非常强。所以这个球的弧度啊、速度啊，他们会感觉出来，是不是出界？轻杀，这个反拍高球，有点要求过高了，出了边线，很可惜。当然已经好几个这样的球，其实这个球也不是个重杀，但是他点杀打的点非常好，正好打到两个人的中间结合部。随意，下半球9-7。
非常聪明啊，打了陈梦红的正手的肩的位置，伟豪队，所以陈梦红用反拍，伟豪队打不了，转身已经来不及了。打了个背角，对，但其实今天浙江队的防守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其实你通过对方的杀球的这个力量速度，你应该感觉到就是对方的防守的这个点，如果他点拉得够厚，一般进攻呢他不会说全力去杀这球，他只是找机会过渡。11-9，那么只是领先两分。在决胜局回来，广州队这边进入状态还是很快的，而且也是在比赛开局的时候呢，比分在领先，相对来说比第二局要积极了很多。对，连贯还是快的。那广州队现在如果要就是继续进攻得分的话，有哪些点是可以继续坚持去打的？现在呢，一个发接发连贯，我感觉就往前这种连贯要加快，特别是发完球之后，在他那个中半场这些位置要加快一点。这些位置漏的话呢，已经变成了要起球了。一起球，防守如果是说防守的线路啊，或者是防守的这个多拍能力啊，那么加强的话呢，还问题不大。但是从前面一二局的情况看呢，确实感觉到他们防守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稳健了。特别是像第三局，在体力各方面的精力消耗比较大情况下的防守是比较吃力的。上面还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可惜这个对角出了线，确实是出了。10-12。陈梦红已经两个这样的球。11-12。其实这样球确实是难度比较大，因为球呢又不是在网上。朱平顶顶起啊！古建杰、陈文宏、伟豪队，现在比分还是咬得比较紧。你看这个桑阳的这个跟进是比较快的，他看到陈文宏是用反拍去打，啊，很有意思的强网推了个对角。正手反拍，那个反拍徐晨也是要往对角线拉，但确实这个球拉的质量不高。对，浙江队还是2-0领先广州队的，分别是第一场的女双周慧和张亚文啊，因为钟倩欣的伤退呢，是让浙江队拿到了第一分。那随后呢，王林又战胜了邓璇，拿到了女单的一分。所以这场男双呢，陈文宏和古建杰就是没有退路。继续比赛，
13-14。觉得古建杰他们确实是比较危险。就是说他选择面很多，他可以放，可以勾对角，可以扑，稍微的犹豫了一下。吴建杰，这个确实感觉有点精力确实跟不上，对，就是变成了精力跟不上之后，他动作上会有点变形。这个球，吴建杰，其实在第一局当中呢，有试过是多追着桑阳这边去找进攻点，但是随后这个特征就不太明显了。没有，其实打桑阳呢，就是不是可以，问题你要调动他，让他跑，嗯，让他转，而不是让他站定的来防守。本来就是说，如果从两位球员的默契程度来看呢，钻石组合无疑是更高一些的，但是这场比赛桑阳和徐晨的初次发挥也把比赛拖入到决胜局。他们也是很有意的，起球的时候要拉，就拉他，要他跑。李建杰这球有点着急了，对。吴建杰，吴建杰，陈文宏，陈文宏，伟航队。发球，这个球越打越慢了。手法确实比较漂亮，对，但因为刚才他的身位啊刚好遮住了这个出球，因为他是用反拍正走位这么打，所以比较容易做这些假动作。而且他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娴熟。徐晨的进攻连贯啊，依然是打得比较出色的。刚才一打这种球的话，对浙江队马上形成了向上风。现在实际上打起来呢，这个男双是比较，我们说简单，就是攻防。谁的连贯落点稍微好一点，谁的得分几率就高。
险，这样的话广州队是拿到了长点20-16。陈文宏，陈文宏，美航队，美航队。哎呦喂，武建杰想变一变这个节奏，对，当时没掌握好。哎呦，有那个假吊上网失误。吴建杰，吴建杰，刚才球路打出来球比较平，对，不太好做。他关键的时候有时候想法多了，是，就变成了不果断出手啊，各方面呢就容易失误。嗯。机会，哎呦，非常惊险！因为场上的态势啊，刚才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浙江队仍在奋力的追赶。那三局的苦战哈，男双的比赛终于是被广州队扳回了一分。现在大比分方面的广州队是追回了一分，1-2。那接下来是男单的比赛，王征明对浙江队的黄宇翔。为大家跟进一下比分，三局比分的21-12、17-21和21-18。吴建杰和陈文宏取得男双的胜利。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回来看男单王征明的比赛。稍后见。